我们家族立宗，八字不配为主人。 只要你心怀楚魂，不会管你身在何方，你都是楚人。起来，王二，听母后的，放了你舅父。 母后，你在说什么？寡人没听清。我让你放了你舅父，从此秦楚交好，再不相犯。放他回国，还秦楚交好？母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寡人今日放了。 他又会放过寡人吗？你们兄妹尚且争斗，寡人凭什么相信他？王儿，你身上流的可是楚国的血，可是生是我心赢啊！想要秦楚不再征战，除非这天下再无处楚国。放肆！黄口小儿，口出狂言！这还真是什么狂言？ 总有一天，寡人要让这九州的天下都是我姓嬴的，到时候再没有楚国，没有魏国，没有齐，没有燕，只有一个国——秦国。只要不顾一息尚存，只要我楚国还有一人在，你这些都是妄想。是不是妄想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寡人说了算。 他说了算。